既然我来到这边了、啊，女租房，女租房，这女租房啊，她的作品啊，真的我非常喜欢，在黎明啊，我很早就看过了，很早就看过了，她的所有作品呢、啊，我真的很喜欢啊，她的布料也用得非常非常好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这应该是书本啊，书本，你喜欢看书吗？这个书本哈、啊，你把它夹在这个书本套里头。你看到哪里，这个一夹，你下次翻开就可以看。然后看一下这个袋子，还有这些帽子，这些帽子我昨天还试戴的，哎，真的也蛮好看的，是是，真的是太好了。然后后面，后面这些袋子、包包，我当初在黎明的时候啊，就看到这个袋子，这个袋子很好。那我们的老师胆胆。胆胆在这边，大家好。胆胆你好，你好。那你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相关作品？来，我讲一下，就是说我有两款主要的包。是。然后第一个就是说，这个是最早先。好杯。创意。好杯。好杯。再来，安全性够，因为它单边，你这样人很多排队的时候，你不用说侧背包，一般习惯性要拿下来在那边翻，我直接背着。我要找什么一目了然，哎、欸，真的嘞、哦。对，然后呢，里面内袋再来这个放水壶。是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这个袋子最重要是它减压，它的设计是减轻压力的。减压。对，就是因为它的弹性，来这一定要手做，不然它没有手做，它不可能出现这种弹性，是是是，做不出来像这样。然后你背上来之后，你今天很重的感觉，上来。轻的，这个就像避震器的原理，我可以感受到在这里，是是是、哦。然后再来就是吸带，即使这么好的，这样折一折就好带了。对, 对你即使是挤压它，就像 T 恤没有事，甩一下它过来。太棒太棒了。对，它也不会像一般的包，你好像就是大包就一定软趴趴。是。即使说你里面只放了一个水壶、一个钱包，它一样就是这么挺。然后再来它四层，第二层是防泼水。所以它坐在这个表布的后面是防泼水层，你也不怕说你里面的笔电，哦，你会受潮了。了解了解。好，这是第一款。哎，我以前用的包哈，我今天真的是最难过，就是说下雨天一碰下雨天回去，糟糕了，全湿光。这个不会。对，就变成不会。它即使说表面是你里面最起码有三 C， 它是保护着的。是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这样子的蓬度，你万一不小心滑手了，它不会像一哇。你可能起来，你东西可能裂开了，它没事，它有保护功能在。等等老师说明以后，我真的是了解更多，太实用，太实用了。然后再来，我们来看这个包，这个包最大的特质是真的是超大，真的很大，装很多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样讲包一堆的，是你可能没一个这么大的包。可是这个包不只是说哦这么大，最重要是我们现在看看里面。我里面彩虹的设计颜色，原因就是说，常常大包，我们如果东西再找不到，我这样子的设计会变成不会，你会记住你的左边、右边放什么，最起码有印象的。没错，没错。好，好，那这个是给你，有时候我们常常，我们尤其是现在的人，很多的什么卡啦或什么之类的，或者可以掉到那边，可以掉这边。然后这边最重要在这里，原先那样的想法，这是一个隐藏式的，也是一个大口袋。对，但是是一个很大的口袋，它不会进去收，它就变成你的重点。你常常在使用，你可以从这边拿，是，你是非常安全的。是是是，你可以自己控制。太好。然后再来就是第一个，我的扣起来，它也变成时尚。哦，我常常开玩笑说，胖的变瘦了。矮的变高了，修身、欸、真的好看，好看，哦，它就是很时尚的造型，很好，很好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好，我们今天如果想改变造型，或者是说啊，我不要背这么，尤其是女生，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今天不想要背这么长，那很好，我这些扣子一定都有功能的。哎呀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球形的包，它也很可爱。哎、欸，好看，好看。球形的包，哈、哦，你像这样就缩短，但是它也不是时尚，它的感觉，好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今天我重，哦，真的很重，或者是说我手上想干什么，那尤其是骑 U bike， 那个包真的不想到放哪里，是、哦，所以我就是往后，我变成后背，它不只是一个漂亮的包，或者是大包，它还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生活伙伴，它就会真的，我可以
一个简易的后背包。对对对，哎哎，后面看起来也很漂亮哎。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有造型的东西。对对对对。实用功能。老师，你没有解释的话，我当初在黎明化数据也只是看外表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是。哎，你今天我今天一看，很漂亮，好像觉得不很漂亮，然后蛮吸引人的。可是你如果没有去讲解它，我看了以后真的恍然大悟，东西太好太好了。这是一个实用的东西，欢迎进来看看。是是是是是是，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，很好哈。哦，真太好，老师。那平常在华山才能找到你。对，我华山有设点驻点在那个地方，华山就是光点信苑旁边那个文化馆，它有一个生活文化馆，我就在那个地方。对，是是是，欢迎。对，那在网路里头怎么找到你呢？哦，网路我有Pinko语，然后再来又不然就是 FB， 还有我们有一个官网，对，我可以等一下可以提供我们的那个 QR code， 你们可以扫看看是哪个地方对你来说才做是比较方便的。就是搜寻女租房嘛。对对，搜寻女租房。反正现在网路太方便了，直接。在网络里头搜寻女租房就能出来，对，女书房，对。那在里头的话，也可以看到老师的所有作品。是的，欢迎。欸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老师，谢谢你啊。不会。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网友啊，看到以后哈，你们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。是的。我觉得这创意就是这样子，这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我自己真的今天才恍然大悟，东西太好，太好了。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分享美。哦，我觉得有时候常常就是说，我们做东西不是只有为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销售量。最重要是一个概念，就是希望像职人那样提供你们好东西，而且是一个美的分享，是而且是一个真的就是让你能够活到美的生活里面，这个才有意思。我觉得这种感知力的提升是让人家完全不一样的。是是 是，老师，我真的很敬佩你啊。谢谢你的所有作品啊，真的是让我觉得，哎，真的是，我觉得太棒太好用了，真的太好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呢，孤顶街啊，真的人潮相当多啊。刚才我也看到立刻压里头是满满人，我等了好久啊。来，现在终于啊，人潮散掉了，我们到立刻压进去看一看。大家看看这个立刻压为什么叫立刻压？它不是压哦，反过来就压克力。哎，这很有趣，我们去问问看 ，Jerry。老板叫 Jerry 啊，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高兴啊！昨天呢，实在没有空，今天特别来，特别来访问你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立刻压的相关作品，我们看上面哈。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卡片夹啊，这里头啊，真的琳琅满目，各种各种的画像，狗狗也好，猫咪也好，什么的都好。哇，真的琳琅满目，好棒啊！兔宝宝是不是？各种狗。哇，真的漂亮漂亮漂亮！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简单看一下，这个名片夹真的是非常实用。你说你要怎么用呢？摆悠游卡、摆名片、摆什么东西证件啊，都可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 Jerry，Jerry， 你的东西真的是琳琅满目，太棒了。这个是证件套，证件套，它这个可以放识别证，识别证，前面可以放悠游卡跟放钱。哦，都可以哦。那，这个图案有故事哦。是。像这个叫 Rocker 的兔子。Rocker。那不喜欢吃萝卜。是。因为喜欢 Rocker。对。啊，图案是我太太画的。哦，你太太。对啊，我太太是她叫扎佩彤。是。她是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毕业的。哦，好棒好棒。那卡套是我手工做的啊，我是实践毕业，我学服装设计。哦，好棒好棒啊！哇，你们夫妻搭配的好好啊。那你太太今天没来照顾小孩吗？她要顾小孩。顾小孩辛苦。礼拜六礼拜天她要带小孩。小朋友放假要带小孩，年轻人啊，现在小孩啊，真的是，也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呐、啊，真的是哈，不会，你要也是要我们好好把他带大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们的夫妻分工就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对对，是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 Jerry 这个产品哈，大家可以到网络上找到立刻压吧。对，在 FB 搜寻立刻压 ，IG 也可以 ，IG 也可以，啊，脸书也可以 ，Google 也可以 ，Google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品牌。啊，我们在网络上有卖，我在Pinko而已。啊，网络苹果也搜寻立刻压，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我们的网络上的一个卖产品的地方。是，那在里头也可以进去以后直接可以投订东西吗？可以，你可以在里面上面订网络上订东西。订东西，那你怎么服务呢？就是在网络上下单之后啊，我们用邮寄的方式寄到你手上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对对对。那很方便啊。对对对。我在网络里头选好以后。需要多少个，对不 对？你到时候统一就寄过来。对，没错，是不是？对，哦，这个很好啊，你服务太周到，太周到。因为像之前疫情的关系啊，所以很多电销都不太行了，是是是，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的重心都移到网络上去了。是是是是，哇，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听到没有 ？Jerry 啊，跟他的太太啊，
真的服务到家，真的做得非常好，哦，真的是这些东西真的太棒了，我真的都好喜欢，真的好喜欢。哎呀，真的是我们下一次啊，也不知道什么见面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明年还会再过来。明年啊，牯岭街的书街市集是一年一次，哦，我们这次来是来两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是啊，那我明年的这个时间还会再来这边推广我们的品牌。一年就两天嘛，对，一年，所以说明年哪个时候，我现在还不确定。对，那个，我们要跟 Jerry 见面，跟他买东西，就到网路里头去找立刻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来这里的话，会在 FB 会公告时间跟地点。这样子是不是？住台北的朋友想要来这里买的话，也可以。哦，你提前就会公告了。对，我们上面也会有我们的一些百事级的资讯。是。那我们明年会在桃园办画展，跟我太太的联展，那也会在脸书上公告时间跟地点。哦，真的是很高兴。最后我要讲说，所有网友啊，所有好朋友啊，就把立刻压啊，定做他的粉丝，你的粉丝好不好？好，就是这样子哈，谢谢。随时的啊，搜寻他，了解他，他的动态哈。大家加油，好，加油加油哈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我现在来到娟婷石头彩绘，娟婷石头彩绘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。上面全是石头嘞，你看看，这什么？这西瓜，小西瓜，我知道，好不好吃啊？一看起来就好可口啊。这比较大的大西瓜，哦，真的是，东西啊也是琳琅满目。哇，哦，这好漂亮，猫咪啊，狗狗啊，哇，哦，这东西好多，还有鹿啊，哎，真的好漂亮，画的好漂亮。娟婷是您吗？哎，你好。您贵姓？我姓周，周公的周，周娟婷。哦，周老师，你好，谢谢，你好，很高兴看到你哈。好，谢谢。那你们这个工作室做的东西真的太漂亮，这个都是石头吗？对，去海边捡的石头。海边的石头。对。是，然后你能够把它做的那么美观，那么漂亮，你是怎么做的？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复兴美工的绘画组，后来有在学喷画。然后刚好有买了一本书，它是在石头上面画动物。是。那我就开始尝试着把它画上去，这样。是。对。那之前在画的时候有碰到什么阻拦或者说困难吗？其实刚开始因为捡石头也是有点问题，比如说去河边捡的石头就比较不 OK 啦。哦，这样子，河边的不一样。对对对，啊，去海边捡的石头，因为它是海浪去翻滚磨过，那也比较坚硬，也比较圆滑。哦，这样子，所以就比较适合作画。哦，是，等于说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曾经去试过河边的石头。对对对。但是河边的可能不是那么合适。它比较脆，然后也比较零零角角的。是。那你如果画山水的话，应该可以啦。可以哈。对对对。可以。那这个石头的话，捡回来以后，不需要另外再打光啊、刨光吗？不需要。就是洗干净啊。如果是画动物的话，因为它这个需要让它的毛光滑一点，不会说因为有太大坑洞会断毛，是，所以会有用一个打磨的把它磨过，是，对，让它石头更光滑。哦，这个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说真的，你要慢慢尝试的啦。你要完成这个作品哈，不是说那捡回来马上就可以画了，还是必须要很多道的手续的。对，是。那你今天这个看到你这个东西，真的很开心哈，真的东西真的感觉到真的好细致，我真的好喜欢。那现在，我现在请问你啊，这边的活动大概就是一年就两天嘛？哎，对。那怎么找到你呢？哦，因为我们跟一个那个奶油土的李老师有认识，那他跟那个李长有认识。是。哦，那他我们就是有一个，我们都在跑创意市集的群组。是，那我们就是透过他，然后在里长这边报名，是，就每年都会来一次。每年来一次不行啊！你在网路里头有没有说直接找这个娟婷？我是有一个那个粉丝的专业叫娟婷石头彩绘。娟婷石头彩绘，对，这个是粉丝专业 ，FB， 对 ，FB， 你就脸书上面打娟婷石头彩绘，然后我就会把作品啊，还有参加活动的那个都会 po 在上面。所以说各位网友大家知道了，只要在这个 FB 头啊打娟婷石头彩绘，那就可以跑出来，你就可以加入他粉丝哦。到里头啊，里头作品琳琅满目，大家可以看，仔细欣赏。我今天喜欢他的这些石头作品，我今天讲真的，他的东西啊都非常细致，
真的非常细致。你不管是猫也好，鹿也好，啊，它的毛啊，毛茸茸那种感觉，你看这只猫，它蜷缩在那边睡觉，是不是？这只也是一样，就感觉到啊，真的很舒服，很温暖的感觉。尤其现在这种冷冷的天气啊，就感受到温暖哈。然后另外西瓜了，哇，西瓜真的，我大概是最喜欢吃西瓜，哦，真的，哦。我一看到西瓜哈，口水都掉出来了。但是现在没有西瓜。但是我知道台湾呢，西瓜是一年四季都有，只是现在好像西瓜不是那么甜了，真的。对呀，对呀。哦，真的好高兴哦啊！那大家要记得到 FB 去搜寻娟婷石头彩绘，哦，进去看一看，看看这老师的作品啊，喜欢的直接在里头订购。那你今天网友订购的话，你就可以按照网友的地址帮他寄过去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现在去邮局或者去便利商店寄就可以了。是是是是，对对对。好，今天就访问到娟婷老师到这里，也期待啊娟婷老师啊的生意能够非常兴隆，啊，做得非常好，好不好？拜拜，谢谢，再见，谢谢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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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2022第22届台北市孤岭街书香创意市集，在18号晚上5点圆满结束了。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，我精选了9家创意达人，他们的作品都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在本集里头，我特别介绍了女书坊立刻鸭，还有娟婷石头彩绘，大家慢慢欣赏。欢迎大家踊跃订阅800温馨家族，并请点选小铃铛，选择全部哦，谢谢大家。